什么人挡道？民妇求见王世玉王大人。你是什么人？民妇是世玉夫人的亲戚。夫人的亲戚？有要事求见夫人。带回府去。回府。这门亲事啊，难了，不是已经说定了吗？跟陈员外说定了不算，父母之命没用了。这位陈小姐，嘿呦，是死活不愿意嫁呀，好像嫁给咱公子就把他给委屈死了。不能算委屈吧，陈小姐她自己不是，嘿，光听说是个豁嘴儿，这回我可看见了。我可不瞒您，还是个塌鼻子扇风耳，就这样还不愿意嫁给咱呢。是他不愿意嫁，咱还不愿意娶呢。怎么了？咱公子不就是少个心眼吗？那模样可不丑啊，这媳妇儿早晚能娶上。风儿的事你就多费心吧，公子的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您尽管放心。您看这个又没说成，怎么还破费啊？拿着零用吧。啊，谢谢夫人。春花，送凤仪。是啊，这门槛我都给踩破了，还送什么？娘啊，你娘在屋里呢。哎，公子，你吃，你别。老爷回府。老爷回来了。凤儿。娘。老爷回来了，您一路辛苦了。嗯。秋月，带公子歇着去吧。是。公子，走吧。起来吧。公子，走吧。起来吧。你不是说顺便找人提提风儿的亲事吗？去玩吧，娘。公子，公子，您吓着人家了。公子，你亲戚谁呢？春花，带他们进来。是。我怎么不认识呢？啊！请吧。你是老爷夫人，是我们冒认官亲。怎么，贫富贱民不这么说，怎么进得了世玉府啊？哦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母女住在东门外的乡下，年成不好。家里又失了火，
我想外出谋生，就是这个女儿今年18岁，爱玩爱闹的，没处安置。老爷夫人要是不嫌弃，让丽黛去好吗？让她给公子做个媳妇吧。这位妈妈，你刚才说的什么？叫我的女儿给公子做个媳妇吧？啊，春花，快给这位妈妈倒茶。是，请坐，夫人请坐。请坐吧。请。就是这位姑娘吗？走，咱们一块儿去。秋月，让公子一块儿来。哎。你叫什么？小翠。去，请。去，请坐。坐吧，我家元丰，有的时候可有一点儿。我们知道，小翠愿意。老爷，快叫人准备厚礼。老爷，夫人，我们是来攀亲的，不是来卖女儿的。既然是老爷夫人愿意，我们过两天再来吧。哎，别忙别忙，你看什么时候成亲呢？后天是黄道吉日，您看。后天，后天好，那就后天吧。到时候我们再来。哎，把翠儿留下帮我操办吧。好吧。翠儿，见过你公公婆婆。怎么了？你还不知道啊？我家公子办喜事，凤仪到。哟哟，这不是钱夫人钱小姐吗？听说新娘子是个叫花子的闺女，是吗？嗨，这家公子疯疯傻傻的，哪家小姐愿意嫁呀？您说是不是钱小姐？是与大人能娶上儿媳妇，也算不容易了。哎，你看王给见大人一家子也来了。嗨，娶个要饭的还不定什么模样呢。哼，饥不择食啊。哎呀，你怎么就搀他出来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该拜堂了。你母亲不是还没来吗？你们家到底住哪儿你也说不清楚，真急人呐。客人都不用等了啊。秋月，你在这等等，等会儿啊，真急死人了。我给您道喜了。我正找你呢，你帮着我照顾照顾吧。交给我了，您放心吧。好，请请请啊。哎，都搀出来了，拜堂吧。哦，吉时良辰已到，搀扶新人出堂。
小花子的劲儿可真不小啊。还不是个母夜叉。嗯风儿和翠儿就像这对鸟似的蹦啊跳啊，做了市一府的儿媳妇也是他前生的造化。老爷，宋大人郝大人来了，闲听待茶。是他们要建造府地，来看看咱家的宅院。叫夫人到前堂来。是。跟我走啊。哎，快。你看这么走。哎呀。哎。这成什么体统，你看看。对，就这么走。哎，对对。公子，再走快点。老爷，好好好，好，好，对，你看，臣妾见驾，愿武皇万岁。万岁。爱妃平身。平身。哎，秋月姐，爱妃，什么叫爱妃呀、啊？爱妃就是皇帝的夫人。哦，平身，平身呢？
来不用拜了。臣妾见驾，皇上对他老婆那么客气呢。你看，胡闹。算了算了。不闹，走吧，走吧。不闹，不闹。早朝已罢，下殿去者。得。要给简大人啊，仁兄就是在殿上，可算是伶牙俐齿、唇刀舌剑呢 啊。王世玉这一下可叫仁兄给咬疼了。圣上此番裁减官员，是势在必行啊。对，你不咬人，必遭人咬啊！刚才不是丞相大人打了个圆场，他就很难开脱了啊。少夫人，你看，走吧。实在欺人太甚！您日夜这么焦虑，怎么受得了啊？哎，王给剑为什么偏偏咬住你不放呢？他不咬我，咬谁呀？他受贿买官的那些事，你不会去告他？哎，我怎么能斗得过他呢？咱们朝里没有靠山，这个人是手辣心狠呐。我早晚非把他参下去不可。参下王世玉，以后巡视河南的差事就是你的了。哎，住宅一条街，上朝脸对脸，我嫌他碍眼。碍眼？参个人就那么容易？哦。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，哼，王世玉也该当败家了，弄了个叫花子做儿媳妇。叫花子有叫花子的神通。哎，你看，哎呦，丞相来了。这是今天考生送来的礼物。哎呀，这才是个会送礼的呢。嗯，啊，送礼的本来就有个俗雅之分嘛，以后想当官就得送出奇巧来，金子银子不要了，不送出奇巧来就不给他官做。老爷，老爷。什么事儿啊？丞相大人到了。嗯啊，更衣啊，快快快点快点。哎呀，套上吧。哎，快，嗯，快点。丞相来看您，可又该让您升官了。好了好了，走吧。帽子戴着呢。到了。哎，到不到我能去接吗？哎呀，帽子到了啊。哎，给剑府启禀丞相，这是王给剑王大人的府邸。糊涂，王世玉的府邸在哪里？启禀丞相，世府在前面。起轿。老爷，不要紧吧？哎，快走。哎，丞相呢？丞相是去王世玉府的。去看看。是。丞相大人驾到。不知丞相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。人呐，哎，有动静了。
知道冒充丞相是什么罪名吗？今儿个你冒充丞相，明儿个你还敢冒充皇上呢？夫人，夫人，在花园里，他就把凤儿打扮成皇上了。夫人，夫人，还一口一个武王万岁。夫人，别这么说，传出去株连九族啊！啊！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，哎！你说，你跟王家有什么冤仇？这么变着法儿的坑害我们啊！哎，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你说，你说呀！你不说，今儿个我饶不了你。哎呦，你怎么都扔了？公子，好好玩啊！小翠啊，快吃吃！夫人，夫人，哎，你说，你不说，打死你！夫人，公子，公子，哎呀，我前世做了什么孽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走走走，夫人。夫人，贱人，夫人，回来。夫人，人要讲良心，没有良心还叫人吗？堂堂的徐府，为什么收留你呀？你是有恩不报，反来为仇啊！人家正想坑害我们，你倒先给想出罪名来了。你们这两个贱婢过来，跪下，跪下！贫妇贱女不懂礼法，你们在府上几年了，也忘了府上的规矩吗？先给我打这两个贱婢！来人呐！你快去呀！你去吧，我，你快去呀！拿家法来！去，你快点，快点！快，给我打！先打，先打！别打，别打！先打谁呀？谁也别打！我说，你说什么呢？哎呦，我说你别踩脑袋呀！切，踩脑袋还看不见呢！哎呦，你看什么？说呀！秋月，你说。少夫人见老爷太太这两天不高兴，就很愁得慌。对了，少夫人她就想啊想啊。不用你多嘴。好不容易才想出这个主意来。什么主意？想把这个家全都坑害死是不是？说呀。少夫人说，让人家都看见丞相来拜望老爷，就谁也不敢欺负老爷了。混账，还让人家看见？都是谁看见了？王给介府上的家丁都看见了。啊啊，真的，是真的。滚滚滚。听着，冒充当今丞相泄露出去，连你们也好不了，此事切切不可外传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哎呦，哎，哎，什么也没听见。十一大人，昨天丞相大人到贵府去了吧？给见大人有何见教？哎，岂敢岂敢啊！王大人请，请。Thank you.
小柱，哎，鸡腿。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哎，夫人还说什么了？夫人说哪天得闲还让你们装丞相呢。哎呀，咱们再出去还能找着轿夫吗？老爷让装，就不用咱们去找轿子了。丞相明日出京南巡，他很惦记考生选才之事。这次万岁把这幅重担交付给建大人，足见皇上器重。丞相让我捎来的那两句话，望给建大人谨记。是是，为官清廉，任人唯贤。下官记住了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郝大人稍后，请。哎，老爷，又有考生送礼来了。哎，啰嗦，收下就是。公事在身，不便久留，告辞了。哎哎，收下，慢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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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爷说收了，收下我的，哎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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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怀忠，快快快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快点，哎，给建大人来了，大人来了，大人，给建大人，晚生一点小意思，给建大人笑纳，千里鹅毛。给建大人见过，给建老伯，给建老伯，给建老伯，收下我，你送我了吧？这是晚生的小意思，晚生点意思，我先看我的，给建老伯，好大人，好大人，恕不远送，留步，好大人，起轿。老爷，王给见王大人来了。啊？他来做什么？外面说，王给见大人还带来了三盘礼物。
你跟他们说，我马上就来。是。王给剑送礼。哎。侍御大人不方便，即刻就到，请大人稍后。怎么会没有了呢？哎，哎呦，公子做皇上了，真漂亮。公子脱下来我看看啊。我家老爷，请大人您一个人到后庭来，有何贵干？给少夫人请安。给我请安？是啊，少夫人万福。大人，您拿的什么？大人，这是我家公子玩的东西，您要它何用？谢谢少夫人，本官自有妙用。哦，干嘛抢人家的东西？你回来，别跑！你回来，东南走，别跑！走走走！回来，你别跑！冒充皇上一家死罪。
有我小翠在，天大的事我一人承当，绝不牵连别人。你满门抄斩之祸，你一个人当得了吗？我先杀你个小贱人再说。老爷，传老爷带子上殿呐。传王世玉带子上殿。罪臣王生见驾，愿吾皇万岁。尔为无奈。这就是那个图谋篡位的钦犯吗？启奏万岁，正是这个贼子。王爱卿，你的眼力不错，居然能看出这样的谋叛之人。臣对谋叛女子早有觉察。像这样的人能做一国之君吗？世玉之子生性呆痴，朕也早有所闻。你明知是小儿之戏，却要朕置重罪于风痴。王给剑，你是安心要让天下人骂朕昏庸无道吗？启奏万岁，王世玉教子不轨，实非偶然，连他家女眷也喜闹无常，终日在家兴风作浪，皇上明察。万岁，世府内眷嬉闹，不知给剑大人何以知道？臣亲眼得见。你到世府内厅后院做什么去了？这微臣借银两去了。嗯，启奏万岁，据罪臣所知，给剑大人是给罪臣送礼去了。送什么礼？罪臣没看见，给剑大人抢的痴子做儿戏穿的衣冠，就又把礼物带走了。万岁，王世玉当殿欺君，罪不容恕。臣不是去送礼的，实在是去借银两的。万岁，给剑大人这次统掌天下考生，受贿贪赃甚多，给剑大人求人借钱，岂不笑话？给剑大人受贿贪赃之事，不能只听谣传，是需要有凭证的吗？近日收到许多状纸，状告王给剑受贿贪赃，这绝非谣传。这里有几份考生行贿的礼单，请万岁明察。哼，王给剑，你受贿贪赃，目无王法，又中伤贤达，谎奏欺君，该当何罪啊？万岁，王世玉纵子妄为，心术时时不正，他还窝藏妖女，兴乱作怪。嗯，谁是妖女？王世玉的儿媳妇。王世玉，你儿媳妇是妖女？这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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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万岁，世玉大人因儿子痴傻，与他配了个贫家之女。此女只是少缺规训，喜闹贪玩，实在并非妖女。请亲眼得见吗？臣亲眼得见。臣也亲眼得见，王世玉的儿媳妇不是妖女。万岁，变了变了，这衮冕怎么会变了呢？怎么讲？我去他家拿的时候，这衮冕和宫里的一模一样，怎么一转眼就变了呢？给见大人，您看花了眼了吧？哼，下官还不到七老八十的年纪。嗯，万岁，又变成真的了。万岁请看，万岁请看。万岁，这是妖女作怪，把王给剑轰了下去。万岁，侍御府中妖女，微臣亲眼得见。见什么了？臣到侍御府中，妖女冲我出样。出什么样？她冲我呸。王给剑发配云南。啊，这才是因祸得福啊。咱们对翠儿是不是太过了点儿？哎，
好在我的剑还没伤着他。老爷，老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，我们娘子她，她怎么了？我们娘子她把公子，把公子怎么了？把公子给煮了。把什么给煮了？什么？把公子煮了。啊！我们娘子洗澡，公子也要洗，娘子就给公子加热水，加热水，再加热水。天哪！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哎，风儿，公子，公子，风儿，风儿，公子，风儿，公子，是你，活活的把他给害死了。这种傻人，留他有什么用？啊，你还我儿子，你还我儿子。你还我儿子！别傻的，活了，活了，公子活了！夫人，风儿，风儿，公子，风儿，风儿，公子，风儿，风儿。娘，哎，叫我，再叫 我娘，爹爹，哎，我的儿子，你可好了？娘，慢点。好些了吗？Thank you.
走吧。公子的病，多少大夫都没有治好，可是让少夫人给治好了。不管谁治好的，总算去了一块心病。府里的下人都说，我们娘子快成了活神仙了。我们娘子自己也说，她是玉皇大帝的女儿。可真有意思。谁知她是怎么回事？她母亲把她放下就走了，到现在也不来一趟。穷人出外谋生，也是身不由己呀。你看她进府来办的这些事。你真美。唉，老爷总说这是个不祥之物。解开。我不。快解开。你看，我非抓住你不可。非抓住你不可，抓住就饶不了你。抓不住我。我就不信抓不住你。哎。抓住了，抓住了！你要真的能抓住我，就好了。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没有。想你母亲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咱们派出人去把岳母老大人找到，接进府来。你还是不要盼他来的好。母亲一来就要接我回去了。回娘家？太好了，我也一起去。
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母亲，我都知道了。如今王家大难已解，你可以跟娘回去了。不，怎么？我不能回去。我你们俩虽要好，可这种地方终非久留之地。您怕我受委屈？母亲，我在王府的所作所为，老爷和夫人也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即使他们不肯明说我好，我想也不至于再难为我。傻孩子，他们纵然受了你的再造之福，也不会容你长此下去的。嗯，他们会对我好的。母亲，我不走。不行，狐仙要去天外安居，不久将要启程，留你一人在此，母亲放心不下呀。母亲，你为了拯救王家，医治公子的风痴，才叫女儿到王府来的。如今公子和女儿心心相印，生死不渝，我若半途离去，公子何以安生？这岂不是救人不成，反倒害了公子吗？公子要是有个好歹，母亲，您就算疼惜女儿，让我留下吧，您就让我留下吧，母亲。
天门开，二级灵地门开，三级灵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出。你再不出来，这一刀可要发病了。你要敢出去，就不是娘。既来天兵天将前来捉拿妖精，跟我来呀。谁敢动少夫人？放下。法师道长，护门军士人等一律暂住府内，不得擅自出入。蒲顺，把他们带下去。是。退下。都第三夜了，那妖精怎还不来啊？师傅呢？看看，小大师。这到底是少夫人抓妖精啊，还是你师父抓妖精啊？当然是我师父抓了。啊，怎么了？腰带没了。走吧。翠。你们去那边。哎，师父。少夫人和鬼打起来了。
们的皮。别！哎呀，这不是给建府的大安二城吗？真是大安二城啊！这不是他们呀？坏了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老爷从云南捎信来说，叫我们给他报仇啊！饶命吧，老爷！饶命吧！押到刑部去。胖姐，嗯，把这些送到老爷那边去吧。为找这花，公子可没少受累。那边要花，让他们自己找人去采嘛。老爷爱摆这种花，咱们送去就免得春花受累了。胖姐真跑累了，我去吧。你呀，歇会儿去吧。不累。你对谁都这么好。嗯。我爹爹要啥要打的，叫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从来也不见你记恨过他。老爷对我有救母之恩吗？救母之恩？十几年前，老爷曾救过一个生灵。不要问，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么好的花，要是有个好花瓶才好呢。有好花瓶，我去拿。哎，快来看，真的是宝贝。嗯。哎呀哎呀，这是皇上赐的宫中宝物。先别声张，一半时不会有人知道。那干嘛？摔了就摔了，又不是诚心的。我去说。嗯，翠，你说什么？让我不小心摔了。哎，祖宗！你为什么偏拣要命的摔哟？这咱家就这么一件东西是皇上赐的，这是皇上多大的恩典呢、啊、叫你一下子给我砸了。玉瓶是我摔碎的，不怨小翠。不是我要个好瓶插花的，都是我不好。贫家贱女，你懂得什么是好评？爹爹，真的是我没接住摔碎的。哎，有你这么袒护媳妇的吗？他不承认是他摔的，有你什么事？造主心败家心，有了他咱们这个家就没个好。母亲，就算是小翠摔碎的也不好这么骂他。他就是把咱这个家全摔了也是该摔。什么？小翠在咱家所保全的何止一只花瓶？孽障，满嘴疯话，给我滚。爹爹，您想想，没有小翠还有您的官职吗？没有小翠，您的儿子能有今天吗？小翠自从到了咱家，受了多少惊吓，挨了多少辱骂。小翠，你是一辈子没娶过老婆，没有他胡闹，我日子还过得清静点。疯疯癫癫，市里府的脸面都让他给丢光了。小贱人，给我滚！败家的，你给我走！你赶快给我滚！赵主席，你给我滚！小贱人，你还赖在我们市里府干什么？我打死你！我走！我宰了你！给我滚！趁早叫他滚出去！都让你带坏了！叫他走！败家的东西，走！你这个丧门性，滚！
爹爹，您这么辱骂小翠，您就不愧得慌吗？我愧什么？当初我看他们母女俩可怜，我才收留了他们，让他们有吃有穿。小翠到咱家根本不是来求温饱的，她说她是为了报答您的救母之恩的。救母之恩？她说在十年前您救过一个生灵。救过生灵？难道说他不是人？什小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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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夫人。公子，咱们走吧。走。
少夫人吗？快快去看门在哪儿。哎，孩子，还是不必再见他了吧。小翠，小翠，我可找到你了，你回来呀。母亲，我想他，我要见他。孩子，母亲，公子，一圈都是墙，没有门啊！啊，公子，回家吧，啊！姐姐，公子，你还听我的话吗？我听。那好，你赶快回去。准备成亲，除了你，我谁也不要。快回去，再过三天，你娶的还是小翠。我，快回去吧，听话。哎，我。
风儿。你说实话，新娘子是不是小翠？嗨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瞎话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小翠，明年生两个孙子，庄庆啊！